Very often people think that charity focuses on the giver, you know, and they say, oh, how great this person is, he gave like 10 million to some charity. But I think the approach should be to focus on the person who is supposed to be receiving. People really know what they want. They really know what they need. And our role is simply to enable them so that they can achieve their own dreams. 现在，已经建立关系的那些孩子，照顾好、帮助好，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功了。我们全新两年以来 fundraise 帮助的对象都是同一批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fundraise 实际上不是为了能够拯救或者帮助更多的儿童，而是对我们一直以来的那几十个小伙伴能够提供长久的帮助，让他们觉得我们一直在 care 他们。他们不是说是一批被遗忘在重庆中线角落的小孩子。去三个城市，哪三个呢？上海、香港、台湾，七见没见过的明星。有一个梦想分享的一个环节，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分享的千篇一律啊，就是像我小学的时候或者我幼儿园的时候分享的那种，叫什么当大老板要发钱发财啊，要当警察啊什么的。但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孩子，他们的想法都很不一样，而且他们似乎都对他们这个梦想充满了信心，给我这种感觉。我们中间全新最重要的一个活动，确实就是七天的探访，就是探访时间确实非常短，但我觉得对孩子和志愿者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花这么大的时间精力去想要打开他们的内心，没有，从来没有过，没有人关心他们是否开心，没有人关心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未来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打算了，现在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没有人去这么深刻，这么贴近的去关心过他们。他们平时没有什么辅导老师啊这种角色有吗？肯定是没有，他们能够上学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现在这生活也挺高的了，这些的，我们都是看我爷爷他那个当兵的嘛，有点这个几百块钱的这些来维持。就有一派人他会否认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个慈善的意义，他觉得这个第一就是说，比如说贫穷，比如说疾病，它是自然现象，它不需要我们去处理它。我们现在都没有种农田嘛，这些的嘛都要买米啊这些的。哦，那爷爷还让不让德坤继续读书了？他能读的话还是让他读。爷爷想让他读到什么时候啊？他要那个人，他问我弟弟能读到哪个时候，想他读到哪个时候。能够读到什么地方都能读吗？他能读大学就更好吧。比如说认为你企业就不要干慈善，你企业就干企业的事，你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讲的就不对，从社会就是从社会经济学上来讲它是有道理的，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它不光是活在一个理论中，它不光是活在一个经济理论中，不光是为了这个所有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
很多时候我们人嘛，它是一个感情动物。这个男生是第二次去看啊，去重庆探访的时候的一个孩子，然后他，怎么说呢？他是年龄特别大，完了以后就处于一个叛逆期，然后他这个叛逆期就觉得自己就是很厉害，然后很成熟，然后我就去尝试跟他说话，然后他一开始不愿意跟我说，我说什么他都不回答，然后我就深吸一口气告诉他说，周亮，你知不知道我们来干嘛的？然后他就摇头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从世界各地飞到你们这重庆来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跟他说，我们其实就是来了解你的。然后我这句话明显是让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没有想到说我们来是想要与他发生这样直接的关系。然后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就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多，说很多跟他们家里面有关的事儿，然后包括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梦想啊，都跟我分享。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内心是很渴望被了解的，然后只不过他几乎已经假定没有人会愿意去了解他，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不靠谱，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期待了。We don't want to be the saviors of society.Bu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really, to empower other people to help themselves. Cindy 的愿望就是考上一所重点高中。好，以后就当一名医生。我放弃做这个事情唯一原因就是我真的穷得揭不开锅，我连我自己都养不活，我还去帮着这些孩子，我没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能力。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我觉得我会一直做。就是当时有个孩子，我的印象非常深，他叫全哥，他比别的孩子要大一些。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状态，就是说他跟整体的这个别的那些比他小一些的孩子。并不是能那么融入。后来呢，这个孩子就交给我去负责。其实我的方法也很简单，我当时主要是负责就是摄影这块，就给他拍一拍照片。我当时有两台相机嘛，我把一台相机去给他，就是说让他跟着我一起拍，我教他怎么拍，我说全哥，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孩子，对吧？那你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你应该跟我呢一起来给小伙伴们，我们来给他们拍照，我们来给他们这个。去记录他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完了以后他很高兴，然后能感觉出来他立马这个从后面的状态啊，很多东西啊，立马就不一样，因为你交给他一个任务，说明你尊重他，你重视他，你信任他，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信任就是说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感受非常的好，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重要的人，我是有价值。去把那个帮助对象变得人数上变得很众多，那我们只是针对具体的几个孩子，然后我们每年去重庆探访他们，每年看他们的成绩单，然后跟他们有一对一的那种交流，所以说我觉得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不一定，可能更像是一种共同成长，就陪他们走过成长当中的一段时间，而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上的捐助。其实你做慈善是没有义务的，就是虽然说很好，但是你确实没有义务去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所以你一旦进入，你就确保给他带入不能是负面的影响，你如果不去做没有人会怪你，但是你只要去做，我觉得就要确保他受到最好的照顾。有的没
体他跑过来了以后，为了要达到他自己煽情啊报道的效果，去问一些很刺痛孩子内心最敏感问题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问一些孤儿说你没有爸爸妈妈过得伤不伤心，想不想他们啊，这些问题对孩子来说，尤其是那些小孩子来说是有绝对的杀伤力的，他心里面最不想提起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他一提会哭，那他可能哭的镜头就是媒体想要的，所以他故意去问这样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的痛心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一直都不确定我慈善我们在做的这些事和这种方式是不是真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就像我记得我们当时去探访过去以后，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来自外星一样的一帮人，然后我们有的就记得当时探访的有的那个男生，他们拿出手机拿出 iPad， 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就是完全另一个世界，我觉得如果他们这辈子没有见过那些东西也许过得也不错，但是他们见过那些东西，他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差，需要外面的人过来帮我们，我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好事。而且毕竟我自己也刚刚变成一个成年人，究竟能从多大的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我们帮助的孩子正面积极的作用，因为毕竟自己也不够成熟。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是七里里还是不七里里，我人是记不太清楚，好像是他。每当狂风暴雨，那天不是有个时装秀吗，他弄完了以后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就说了，我和孙女儿当时说了一句，我说七里里你真好看。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他是一个平时不几乎不笑的小孩，他们说七里你很好看，他当时就笑，而且笑得很灿烂，他这个笑我觉得胜过我讲很多那句话。我很开心，非常感动，我们说了你七里你画画你穿好看的衣服真好看，哎，他就笑了，那个笑我